我可以摆地摊嘅时候，我发现咧我玩得越犀利咧，就会越多人围观，越多人围观咧，肯定生意就越好啊嘛。哦，我最大嘅特盘咧就系拉出咗复旋，同埋旋转嘅，同埋高抛嘅。如果你拉嘅时候俾个力度好犀利嘅爆发嘅力度咧，佢就会出现嗰啲五角星形啊，同埋嗰啲三角形嘅嗰啲动作。有咗存款，以前可能系负债噶，所以话我哋呢个嘢系表现摆地摊，属于比较低端嘅职业噶。反正我哋就辛苦啲，唔怕晒系嘛，怕辛苦，有咗改变。喺好多人眼中，佢系一个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它属于一个艺术，反正很漂亮的，很有型的运动，所以呢我更加以后将这个东西做得更大，希望它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很有型的运动。